卷尘沙起，雨花雨落地，无数英雄永何方，人间正气存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如果在整个中大强，整个中大强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一件货的地下的缓冲力，一件货的地下的缓冲力啊，就是走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封套去吸。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手腕的松脆训练啊，这个训练呢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手腕更加的灵活啊，更加的这个到接近目标的时候啊，有那种瞬间加速的啊，这种穿透力。练过咏春的应该都知道啊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挺腕。当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身体一定要放松啊，随意一点这样去做动作就可以了啊，这样去抖就可以了。高一点啊！身体一定要放松啊！弓，我是一张弓，战士一棵松，不动不摇坐如钟，走路一阵风。南拳和北腿，少年不当弓，太极八卦。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弓拳的短距离发力训练啊。首先我们在做的时候，手腕一定要放松啊，只有手腕放松它才可以有产生瞬间加速度。还有我们这个脚啊，它抬起了一个脚，抬起来之后啊，发力的时候身体放松，这种啊，小幅度的啊，这种啊，或者这个脚啊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走动中出拳啊，这种小幅度的啊。